带我们到别人的营区，要穿越别人的营区，然后我们开上去之后就没有路了，所以然后导航又带我们走了别条路线，现在前面都是雾，看不见。罗山派出所，你说什么？导航到哪里？罗山派出所。哎、啊，你们刚刚也找不到路哦。而且我们刚才还绕到他叫我们开进一个营区里面，哎，好诡异哦！哎，我到罗山派出所啦，搞笑！哎，按罗山派出所我们到了，然后嘞，你面对派出所的大门，后面会有一条往下的斜坡，有。然后你的右手边会有一个黄色的小凉亭，然后你小凉亭过了大概30公尺之后，会有一个急速法夹弯在你的右手边，黄色一条路，黄色的小凉亭到了。然后那个急速就是你转进去，然后你就沿着路一直走。天哪，急速法夹弯哦！继续往前开，你中间会遇到一条岔路，就是一个往上，一个往下，然后走往下的那一条。好，我不觉得我记忆力有到那边欸。嗨，露营的是吗？对。在底下这边下去大概200公尺就会看到我们营地的入口。好，嗯，好，好，谢谢。好险你们打电话过来，哎，开车都辛苦了。嗯，开车快疯掉。对啊，还被怀疑说是不是开错路，看那边定位不对啊。对啊，跑掉了。那是你打给我的时候，你说你要，他还把我带到一个营区上面，哎。他叫我们走一条很明显我下去就上不来的路。哦，真的哦，就是不要，我不要走。很可怕，真的。营主说这颗灯，嗯，过来都是我们的。啊，真的、啊，我们有这么多帐吗？四帐而已啊，可是他一帐那么大，你看。这里真的好难到达哦。嗯。而且这里下午起雾，开车的时候好可怕、哦。好累哦，哈。好不想搭帐篷。帐篷好了啦。一起吧。就睡车上了。这是你们的。对啊，我是想说我睡车上好了。你决定要搭帐篷吗？不要，那我们把桌椅拿下来就搭起来了。搭起来了，你终于你要搭哦。我不搭。见的东西也是很多呢。等等，慢慢的拿出来。我就是一个一直很不愿意面对搭帐篷的人。把它锁起来了。决定不到啊。真的不搭了吗？不搭，好吧，第一次嘛，第一次车速体验。第一次追车山。采香菇，我要去采。什么时候？现在。好，走。不用搭帐，我们去采香菇。好吧，今天晚餐我们去准备吧。厕所，你看，厕所看起来蛮干净。你主天要带我们去采香菇，香菇，没采过香菇哎、欸。哦，下去之后呢？然后就我会教你们怎么采。这里有 DIY 教室。这里还可以哦，你看，它可以采甜柿、香菇。那、哦、我们在哪里？哦，刚刚我们那个是营本部嘛，经过这营本部，然后下来之后往这边观光，所以我们是在这里。所以我们是在这边，那这里有蓄水池啊。然后我们现在要下去这个。香菇往事啊，这是柿子圆吧？啊，柿子还没长出来。是哦，那颗啊，那颗长得很漂亮。Hello。Hello。来了，来，采香菇来。这里有银主的香菇园哎、欸，嗯，好酷哦，没看过香菇的栽种方式。你看这个，哎、欸，这里还有介绍哎、欸。晚上加菜喽。加菜来。香菇是长在树干上哦，这是怎么种？香菇，嗯，这叫椴木。
是一根一棵树的哦，叫一节一节，我们叫椴木。那是怎么样把它种在里面吗？哦，植菌，一个洞一个洞植菌。你看那个就像这大棵树，对对对，这就可以采了。收了，那怎么拔？太小了。来看我啊，用这个地头，这个往下搬搬搬就好了。哦，这样。哇、哦。送给你，谢谢。这好大朵，你看。哦，你看到小朵朵，有这个问题，真的。你看，你看，你们的，用这个碗装一盒，对。哦，这一颗很大颗。这个叫洞，就是我们植菌。这个洞是钻的吗？钻洞，钻的，然后再直接，所以叫椴木香菇。第一次体验香拔香菇，哎，这个就是椴木。哦耶！全宇宙最幸福的露营组合，这是拉面吗？呼，熊本拉面。走走，我们现在要去冰箱，去冰我们冰箱很空。对，因为现在是冬天，所以大家很少冰东西。哦，就是在那里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，那就从这边走上去。Yep. OK。冰箱就在这里啊。圆圆 ，OK， 好，我们可以来冰我们的东西了。这里就是也是厕所的地方吧？他们好贴心哦，这是他们准备的吗？还是别人忘记了？不知道哎。这里有吹风机，有镜子，然后这里有一个台子。我们先来看看它的浴室。这里有四间浴室，冲澡的。看一下浴室，哦，上面有架子柜可以放东西的。好。晚上洗完澡再跟大家说水压强不强？没错，啊，好雾哦。然后这里还有三个洗手台，然后他们这边是用瓦斯哎。然后在这个营区的这边，就是我们刚刚就是在上面那边，然后下面这里就是厕所，有几间厕所？一二三四五间，五间厕所，六间哎。这边有小便池，然后这边的是蹲的跟坐的吧？没有蹲的，只有坐的。坐的，对啊，都是坐的。我其实是想用蹲的。看看这里，有人，对不起。我们这一次有四帐，一到两帐是会有一个洗手台，然后他这一次给我们的空间蛮大的，就是你看这边。每个洗手台的上面有一个灯，哦，这个灯还蛮方便的。在两缸的中间有一个插座。走吧，走吧，我们去跟营主要了一些柴。木柴，哇，这里晚上空气很舒服。哇，你看有云海的，有樱花。营本部那边也太热闹了吧！我看营本部每天都可以这么热闹，这里的人的生活就是这么的悠闲惬意。对，嗨，嗨，嗨，怎么这么可爱？大家好，对啊，好开心的，谢谢谢谢。要木头 ？Yes。哇，这里很多木材哎。好香哦！这个日山，王月山，好香啊！很香，对不对？然后那个劈，用自己劈。好，我来劈。就重点是吗？我们来身上就要运动。是你，好，来，哎，林主任，你不行吧？我什么？我说他，我说他，我说他。我要换你们了。我不行吧？来好，来你来。你放手，真的蛮重的。真的好重啊！我觉得不止你不行，我也不行。我到底是要我拿木头给你，还是你没有人管、啊？我来。这个转，有没有看到？谢谢。待会你们背这个下去。哇，谢谢。那我来。对。哎呀！
有哦，再一点点，然后完了，哦、这真的不容易，这很难哎。手起刀落，哇操，你变好变了啊，还是不准哎。买摇摇摇，嗯，然后就对对对对，也那一块是给你们带去了。好歹我也是乡下长大的。这个是金刚力，哦，这不是奇闻了，它味道更香哦，很香哎，真的很香，好好玩哦。香菇要这样子，因为那个水才不会滴下去。真的，我加它里面很多水。嗯，好吃，好吃，谢谢谢谢。搬柴少女，搬柴少女，我们还自己劈柴耶，我们还劈柴耶，这边的大厨，嗯，要来，我们根本就是在上面蹭完饭之后换下来蹭饭，我们刚才喝了那边的那个乌骨鸡汤，乌骨鸡汤，然后烤牛肉，然后还有香菇，我们的下一道是什么？哦，银煮的香菇吗？香哎，嗯，哎，来炒香菇好了。银主，这是银主种的香菇哦，我们也太享受了吧，你看很像前菜开胃菜这样子的方式上菜耶，这就是要跟菜菜他们来录影，我开始期待大厨会怎么料理我们这个东西，他这个虾子还紧握须须的一种，嗯，真的，而且还去过壳，跟这组的出来真的很棒，新东西，我就说吧，一样的东西给不同人做，对，还有配菜，嗯，就是不一样。哇，它这个煎的皮好酥，好吃啊！大人，立马可以转过来，用机会转班转机，然后我也加厚。我觉得那个洗澡的水还蛮好控制的，还蛮舒服的。我跟你说那一间还可以，对不对？就是靠近有床铺的那一间，你们就是要去那边的。哦，你是靠近冰箱的。我刚好就是对抽到天王，嗯，超可怕。但是真的有时候会变突然变比较冷，但是或者是比较热，调一下调一下调一下就是还好。我那一间调不起动，要么真的是很烫，突然被烫伤的那种。然后我刚才一直很担心我被烫伤，哎，我是真心有被烫伤了，是不是？掉在地上了。嗨，早安。昨天睡得怎么样？很冷哎、欸。那你睡车上睡得好吗？不好。睡得不好。嗯、是因为我们俩太挤了吧？而且我们车比较小啊。嗯，我早上早点离开，是不是睡得比较好？好一点点，对。嗯。睡车上，所以不用像他们这样子受了很多的帐篷，所以我做了很多时间的工，耶，觉得很轻松。好的，我们收完帐篷了。哎、欸，我们这次没搭帐篷，我们睡车上，然后他们大家都收完帐篷了，我们这次睡车上觉得好轻松哦，就是都不用收帐篷的那一段时间，觉得很轻松。然后我觉得这个营地，它营主给我们的位置都空间都非常的大，所以大家都是。不会间隔的很近，我觉得这一点蛮好的，而且营主非常的热情。然后在不同的季节来这边啊，就可以体验不同的活动，像是在他们的市集啊，然后来看萤火虫啊，或者是像我们昨天有去采的香菇。然后这里的交通方式就是比较不方便一点，因为我们导航就是有找错地方，然后说就是找了一下来这里的方式，其实我们后来发现就是导航到罗山派出所，然后罗山派出所之后一个。右转法家湾那边就有哈尼农场的招牌了。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边，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哦，拜拜。拜拜。